夫人踏进这间屋子的一刹那，我感觉啊，这块玉在我的怀里，蠢蠢欲动啊。这块玉就像夫人您一样，面容娇美，国色天香，再不良景呢，那可以说艳压群芳。所以这块玉跟您是绝配。三十钱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讲个故事颠三倒四的，骗三岁小孩呢？夫人，夫人，哎，你别走啊！夫人，夫人，你听我说，这老娘们真有劲呢，还囚龙棍大侠呢，牛皮吹破了吧？你们懂什么呀？行侠仗义是每个男人的梦想。是，梦想有了，饭呢？啊？站住！咋的呀？今天你要是不把这块玉买走了，大夫人来的时候，她肯定会慧眼识珠，相中这块玉。到时候你在你们家老爷面前，更是永无抬头之日了。我呸！别在这挑拨我们姐俩感情啊！实不相瞒，我今儿个出来就是给我姐姐挑礼物的。你要是再敢嚼我们家舌根子，我让我老爷把店给你砸了。回家吧。夫人，我跟你费了这么多口舌，现在玉碎了，你怎么着也赔我点钱吧？你有完没完？这玉又不是我得罪的，凭什么我赔呀？不是，不是，夫人，此言差矣啊！你看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就等着把这块玉卖出去换一口饭吃。今天晚上真给我饿的呀！走了。大夫人，这玉啊不是我卖的，是我们家伙计小玲卖的。我上啊。好啊，男子汉做坏事竟推到一个女人头上了，欺负人欺负惯了是吧？安富帅，像这种店怎么能开在不良井上呢？对呀，安富帅，这种店呀在不良井就应该给他关了。那当然是因为二夫人你了。我当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，这绝玉有可能有诅咒。你当时的反应，迅速，那迅速，直接掏出了钱袋子，把钱全都塞到我手里。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！我心肠歹毒，
那还急着你花言巧语。我为什么要把你看晕？我为什么？你满玉咒，我还挺委屈了你。打得好啊！别得意，东诓西骗的怪在别人头上，还有安抚出来。就这种店，怎么能开在这不良井上呢？对呀，安富帅，这种店呀，就应该给他关了。刚才谁选的门？难道不是你吗？是我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别人替我选的呢？什么声音？坏了，有机关！跑！跑！这封信你认识吧？哼，私闯我宅还偷看联访的密件。不是，你今天有两条命也不够死了。不是，有点大哥没事我。怎么样，这个胭脂你喜欢吗？你莫不是想拿一个女人的东西贿赂老夫，羞辱我？这只耳饰你眼熟不？我说夫人近来心思不宁，原来是跟你相比有染。兄弟们，不是我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大哥。莫非你拿着女人的东西羞辱我？这封信，我看看。这上面记载着国华和联防勾结的秘密。这与我何干？
大帅死了，老朽本来就活的，哪来你们两个黄口小儿啊，还来烦我，快滚滚滚滚走走走走。我告诉你，就不该跟这老头讲理，就直接派几个人过去把店砸了，把帅印抢走。不可，这么做跟国华和文整有什么区别啊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文副帅，话糙理不糙，朝廷对不良井的压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如今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们要向上面的人证明，我们不良井人可不是好欺负的。说就说，大帅手下的文弱书生都能有如此的骨气，老朽怎能甘愿受辱？给我杀！杜巡，初识你时我就对你印象极深。哦，是吗？我特别喜欢你对我说的一句话，弄死你就像弄死一只癞蛤蟆一样轻松。是，嗯，特别是我五月平生最厌恶你这种油腔滑调满嘴荒唐的人。不是，杀了你毫无负担。哎，不是，吴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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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三死，吴大人，我死。脏了我的刀。对，你们找了他。哎哎，大人，三思啊！吴大人，快呀快呀，吴大人，快！不要不要！人呢？郎君，你可太坏了。说好的不向你偷看呢，你怎么又偷看人家？来这儿啊。杜巡。嗯，武大人，给我塞回去。啊，你可知联访规矩？什么规矩啊？身为联访供职人员，办案时竟敢跟嫌犯通奸有染，该当何罪？哎呦，大人，这你可真得替我解释了。这事儿，他不能完全怪我呀。你要是男的，你肯定也受不了。你把刀干什么？你给我塞回去！给联访正正风气。塞过去了。我在给您打扫房间啊，太脏了，灰太大。殿下，来了，我在。嗯，这么快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的房间不用打扫吗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
我伪装的这么像，怎么可能暴露呢？现在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五月身上了。我听闻班主是受魏相之邀才来到神都的，想必您和魏相的私交也不一般吧？魏相之邀的详情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店家。来了，我在。这么快？他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伪装的这么像，怎么可能暴露呢？现在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五月身上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好酒啊！哎呀，就是这个味儿，酸不溜的，甜不滋儿的。你说这玩意儿谁演的？行了，陈明明就是个次品，我最讨厌像你这种不懂装懂的人。哎，店家，来了，我在。这么快？他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谁呀？我伪装的这么像，怎么可能暴露呢？现在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五月身上了。嘿嘿，我就知道这酒有问题。嘿嘿，铁生，张鬼啊。你敢玩我？不是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，让他滚回不良井。哎，哎，走，铁生，哎，喂，铁生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看，我，哎，救命！铁生，张嘴！哎呀，还是让我来帮你吧。救命啊！生哥哥，念在咱俩相识一场，你就帮我尝尝他呗。哎呀，还是让我来帮你吧。救命啊！满足以上条件的只有一人，那就是班主吴连城。此人用的所谓圣火和烧死呼雷的无缘之火如出一辙，鬼魅如妖术。如此擅长用火之人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哎，这谁写的词儿？这怎么好像有人说过呢？我说的。啊耶，你这个跳梁小丑，说的和我一模一样，大意了。哎，千木大人，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不良井。千木大人，我不想回不良井，我不想见到小梁。设计杀死呼雷的人是吴浩宇，此人可谓是无缝不入，无孔不钻。他一定是钻进了呼雷头上的灯笼，然后烧死了呼雷。你疯了，说梦话呢？那灯笼比他头都小，他怎么说？你想赢想疯了吧你？那灯笼真是浪费时间。哎，千木大人，来人，把
把他给我带回不良井。哎哎，千木大人，千木大人，我不想回不良井，我不想见到小梁。是意外身亡。神仙锁虽然玄妙，但是风险极大，难度也极高，所以出现意外一点也不稀奇啊。荒谬！看连绳的尸体，那分明就是被伏火雷所伤。现在在班主的房间里发现了伏火雷，你说除了他还能是谁？那也有可能是连绳他自己记忆不清，然后弄巧成拙。总之，反正是意外。真是浪费时间。哎，千木大人，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不良井。哎哎，千木大人，千木大人，我不想回不良井，我不想见到小梁。